大家可以看他安倍的那个方式啊，或流程啊，跟大家也不一样哎，哇，好扎实哦，真的就很像坐在按摩椅那样子哎，全身都帮你按到这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一个月定期来检查一次的 VIP Barbershop 又来啦！真的没有办法不来，因为老板总是可以在一个月内变化出非常多不同的小姐姐，所以每次都叫我过来检查。好啦，那于是呢，强尼老师呢今天又要来当肉拔啦，那就赶快跟我一起进去认识一下新的小姐姐吧，Let's go！你好，那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是他们的费用是这样子，真的是服务很周到啦，然后价格还 OK 哦。VIP 的衣服啊，真的是越来越，你看越来越短呢。老板，你 会把裤子加长一点啊？你好。哦，你好，新的小姐姐，很像欧洲脸孔，有没有？欧式。等一下再来帮大家好好认识一下这小姐姐哦。你们看小洋装很好看哦，跟大家说，每次大家说，他们衣服都不是穿这样啊。对啦，老板都是会特别准备给他们曝光用的，而且听说他们还会找那种特别的化妆师来哦，真的很重本哎。
手法真的蛮干练的哦。这位小姐姐应该做蛮久的哦。你看他，他会针对一个点，然后来去做加强，不断的深入。他是少数真的针对面部很好的老师哎。哦哦。别呢？那为什么那么像西洋人？你看他很像洋娃娃，那个脸孔很像那种欧洲的，有没有？很漂亮哎，漂亮，别的。拆了真的鸡皮疙瘩起到不行，好仔细哦。M 登记，登了是 D。M 包尿对 ，M 还没上对。我来包老水。那刚才我人没关吧？等我。因为是新的小姐姐，老板跟我说，所以呢，真的哎，来了空，没有，也只能说了。他按摩真的很棒哦，没有开玩笑，行云流水，行云流水，很棒。那你们想要跟他练习院的话，也可以。其实他私下很爱聊天哦。
着卖啊。好像洋娃娃哦，你们看这个脸孔，今天的妆发造型师很认真哦。这边绝对享受。哦，好。哦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完全伸展耶，哇 good good good。 大家可以看他安倍的那个方式啊，或流程啊，跟大家也不一样哎，哇，好扎实哦，真的就很像坐在按摩椅那样子哎，全身都帮你按到的，好厉害哦，多功能。头洗头。这位老师洗头应该很厉害哦。Thank you.
摸得到吗 ？M 高包六，一五一啊，啊这样不就很勉强？还是他们感知好像有降低哦？他真的有在帮你整骨的感觉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喜欢喜欢。椰子哦，这里有椰子哎，我看一下，哦，他们变新的了啦，他们底下放一大堆椰子，他来 VIP 的时候可以喝哦，哎不错，我喜欢喝椰子哎。那今天就是在 VIP Bubble Shot 的新体验，老板真的很厉害，小姐姐有够多，有够新的。老板的用意应该是希望我帮他们曝光吧，所以呢，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喽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大家拜拜。